就会讨论，他就会讨论说，如果我们不这样来，有什么可能性？但往往出来就是更大胆，然后会更……这个是科学到的部分。让我特别踏实，是因为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导演团队，然后应龙导演对于这个剧本的理解，包括他对于现在做的这份工作的热情还有执着，让我看到了这个剧往后走的方向和希望。